让加农给雕了一下子，出来效果很惊艳，粉丝很喜欢黄翡，花几万块钱呢给粉丝选了一个明料，然后让加农给雕了一下子，出来效果很惊艳。过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小价位不一定选不到好东西，工呢一定要用好工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工呢是锦上添花的事情，所以说这要用好工才能更加凸显这个料子的价值啊。东西美不美，加农是个什么设计理念，让加农说给你听。辉森你好，咱们有一件最大件的挂件来跟大家分享。大家看到它这件是蟒黄的效果，所以我取材是黄财神。这一片蟒黄料在我手上这么大，算是个大挂件啊，是一种金黄的感觉。所以主尊设计了庄严像的黄财神，然后边缘的火焰代表佛光万丈，背面中间雕的是财宝，跟正面的财神呼应，代表财源广进。黄财神是众财神之首，黄财神在密宗教法中为行止有知财弘法立身，可安心向道，赐予行止财力丰足，能增长福德寿命智慧、物质及精神上的享用，主施财富，能使一切众生脱于贫困，财源广进。跟飞驰的合作还是非常的顺利和愉快，样样好。黄财神祝大家财源广进，生意兴隆。